选手们出发了，登了好，在起跑的速度很快，辛格布拉奇非常的强势，在进入弯道前已经遥遥领先。 辛格普拉杰非常强大的实力，在今年之所以能打开领跑出45秒30，我们来看最后直道的冲刺，菊田齐跟在后边，加油！梁宝堂也再往上赶，那最后辛格普拉杰45秒48。 确实是一位实力非常出色的选手，在进入第一个弯道前就已经保持着非常不错的领先优势。那我们看最后经过确认的成绩，梁宝堂45秒54，也恭喜梁宝堂大幅提升了个人的最好成绩。那鞠天齐45秒93，同样再度刷新个人最好成绩。 那除此之外，还有刘凯46秒37，也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。虽然最后辛格普拉杰获得了冠军，但是我们中国的选手也发挥得非常出色，带给我们很多惊喜。梁宝堂在最后。